影片的附录其实我们再看一下。叔叔你可以做这些。那么我们叔叔假设你有两段以上影片，通常我们就可以做一个选单。比如说老师您今天的活动也好，或者是今天的那个影片，我可以把它分成好几段。那下次我要看的时候，我自己选我要看哪一段，我不见得每次都要从头看啊，因为从头看总是比较麻烦，对不对？好，所以这边选单，我们先看一下，你看这边有没有选单？好像这样的选单啊，安妮，这个的话就是直接进来啊。那么在做选单的时候，像这种活动经验的啊，资讯教学的，这都很多哈。好，那如果你要做所谓的高画质的，高画质就是我们一般说的 HD 的这种高画质的光碟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肖展老师的。好，肖展老师他这个他现在反正会上会几乎都是他代言的，好多他代言，所以他也有蛮多机会，就是他上面写的还是蛮清楚的。好，因为说真的那个高画质的哈，电脑跑起来真的还蛮慢的，除非老师可能新的电脑哈，机子就比较多一点，那跑起来才比较顺，不然的话这个输出确实要一点时间。那我就直接从会生会里面我们就直接进来输出这边点的时候都跟原本差不多，我们这里有一个建立光点，好，你把它点一下，它就会怎样，高画质就是 ADCC 这种，好，那或者是蓝光的部位，我们就先建标准的 DVD。一般来讲的话，其实我平常在做这种工作，都是开一个新的专案档来做，打开新的专案档来做。那我把每一个，比如说我可能有一段，比如说我今天的行程我分成三段，那我就一段就是一个档案，不会像这样全部打在一起，因为你全部好混杂在一起，有时候要剪比较不好剪，对不对？好，你看这里有没有新增资讯档、新增专案档？好，你可以如果说老师你有编辑的三个专案档，就在这边把三个专案标进来，不用特别输出。不过我必须告诉各位，像你用像刚刚我们看到的高画质的这种，或者 DVD， 可以的话，通常我都会先把专案就直接先转成资讯档，因为哈、哦，你用这种的有时候会有不小心纸张掉的情况，就是断掉了，因为它毕竟本身读进来之后还要在预览给你看嘛，所以这样都变成它故障。通常我的情形都是我先把它转好，转好之后我就是用建成影片的方式，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内建不是有一个了吗，对不对？我就再把我做好的其他的资讯档案把它叫进来，好，比如说我们这边已经有影片素材，好，我就先抓几个，好，抓进来，他问你说哎，这个时间上对不对，好，我们就要确定，好，顺序如果你要调整就稍微调动一下没有问题。好，我看接下来这些选单的话，然后我就按下一个，接着就选范本。那你可以看到那个范本有分好几种，有分这种文字的，也有动画过场，还有桌子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文字的比较没问题，比较容易理解，我就直接文字进来。它预设的这个名称会跟我们什么，跟那个你的档案名称一样，所以如果你要改就多多两下，自己改一下就好。好，也可以这边一种，不一定要摆这边，我可以摆这边的。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我们看一下动画过场。什么叫动画过场？你看我把它点到它，我们先用预览的，那啊模拟一下，好的。OK， 请再稍微一点，他不让我了，大家。其实这种动画过场哦，我用描述的好了啦，你滑过去这个标题的时候，它就换成那一段影片了，这叫动画过场哦，它会有个弹幕弹出的效果，我确认一下，啊，这个感觉，不理我，你们等一下试看看好了，好、哦，好、哦，就是这种叫动画过场哦，所以它会有比较大的屏幕给你看。所以你看到他在做这些范本里面都是比较大的，嗯，就是这样子。那么有一个桌图选单的话，它就是像这样，就两个图。那这个我预览看一下，可能可以吧。
也没有。好吧，那请问你，这个说乳腺有这个产生事业有没有？好有事业，但是这个地方呢，它这个上面是动画，也就是说它播预设会播前面十秒钟，好，它前面十秒钟哈，所以如果你万一不希望这样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可以改变一下，好，下一步才会改变哈，啊，这里编辑这边，你看，啊，预设是二十秒，那动态怎么办？对不对？二十秒，也就是这个动画它影片会播前面二十秒，然后播前面二十秒哈，这个是，甚至你可以帮它加上一种背景的音乐，啊，这边来吧，有个背景音乐哈，啊，会出来。那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你有发现？这画面根本不提供，然后人家看的时候，那个影片就算空空的，怪怪的哈，哦。所以我们可以调整一下，你看哦。万一你这张影片不要从第一天，它预热从头开始播嘛，你可以这样多两下，哎，真的看不到，我随便挑了，有没有？我的头不一定要从第一前面开始，我可以把它再往后拉到你觉得比较重点的地方先播一下，好，先播一下哈，哦，好。那么如果没有问题，当然我们就直接下一步。最后就输出了，好，最后就输出了，好。那么通常来讲的话，我通常比较少直接建立光点，因为哈，安利做推荐的机会有时候比较高，大部分我会先建立 DVD 光点，是这样的。我们有跟各位提过，就是说标准的 DVD 不是有一个叫 Video TF， 一个叫 Audio TF， 它就是自动帮你产生这种资料表。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用那个播放软件，比如说很老是用什么 Power DVD 啊、Win DVD 啊，或什么 PlayPlay 啊，就可以直接去播那个资料，等于我们就直接模拟啊，就不用真的发出来。这样我去看说，哎，影片没有问题，有问题我可以马上来再修改再重新输出。那不可否认哈，会跟会影输出真的很久，尤其你用高画质的，所以晚上他没事做，你让他做就好，你去睡觉。好，那如果你的影片真的比较多的，我会用批次的。什么叫用批次的哈？您看一下这档案这边，它不是档案工具，有一个叫做批次转换，有没有？哎，我会用批次的方式先把影片做一次输出。比如说我做了六个档案好了，我就用批次的把这档案个别一次就做完。输出好了之后呢，我最后再放上光点，那个速度就会快很多，因为影片不用再转。档案就会快很多，这样您大概了解的话，啊，最后呢，如果你都做好了，当然你的方案最好能够储存一下，好，把它储存下来。不过呢，这里有一个功能比较重要的，新版本增加了这个，我忘记是11还是12台的，叫智慧型包装。什么叫智慧型包装？因为平常我们像在这边做，比如说老师你在这边做完了，你拿回家之后，可不可以直接打开？就是。因为预设它是用绝对路径的，比如说你在这边可能随便插进去，可能是 I， 用一下线可能很放进去是，比如说金卡，那怎么办？它就找不到啊，它就请你重新连接。那么透过智慧型包装呢，它就可以把这些路径变成相对路径，也就是说它可以把你的所有素材都收集到一个资料夹里面来。那么你到时候比如说我重看电脑，或者说我带到不同地方编辑，要给同事编辑。那我就把这个资料两会之后放给他，他就打开就可以直接编辑了。这个对我来讲会比较方便。那以前的版本就是都没有这个，变成说你在那里哪一台做就只能播到那一台做，没有的话你就一个一个素材到他你原本放哪里放哪里，重新编辑。所以你看下面有没有叫重新编辑？这里就有。这样大概各位可以了解了吧？那最后呢，我刚有跟各位提到哈，在我说那个里面百宝箱，百宝箱，百宝箱，我讲，我说那个百宝箱，不叫，我们不是找叫了给各位看那光碟片吗？它里面有那个范本哦，你可以看一下，不过应该是资料库，资料库里面有个范本，有没有看到光碟？你就可以拿这里面的范本来改就好了，变到大小变成最好的。但是我如果要这个，我就把它丢出来。这样就有一个什么跟光碟一样大的。不过最要记得一件事情，我把这个图层打开哈，
你看到它最外面有没有一个这个遮住，对不对？所以通常我真的要第一层的，我很把这个关掉，这样印出来，好，这样印出来。那这个是方便我们看一下那个字有没有在那个洞里面，好，有没有在洞里面？但是真的印的时候这样印，那你就可以大概试个一两张，看看确定了，我们就把这个档案拿存下，因为它在预览定义的时候，你看一下啊，预览定义，您可以做一些维养。你看，预设进来不是四中吗？我通常会不用标题，不用水平四中，不用分析四中，它会写在上面。那可是这个位置可能需要稍微调一下，因为人家预览定义这个会不会差一点点？所以你调完之后，你把它存下来，下次就用这个档案来继续改就好了。但就不用每次都重做一次，请你的那个纸，你的前面手都比较多一点。好，那像一般这个纸的话，比如说买这种大概就是50个光碟片，20张，那因为一张有两个嘛，就50片，它才100多块，所以大概50，一张大概3到4块左右。那如果你买雾面的，就再便宜一些，啊，所以加上光碟的成本，啊，应该不会太贵。比较贵的是你的人工成本，你的人工成本，各位哈，好，那可能今天我们大致这样就只能先介绍到这边。不知道各位老师您对于今天上课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收多钱吧？OK， 其实会都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但是就是说一个原则内容而已。我们太多很多那种花哨了，我没有介绍，因为老师把你的内容做好，那内容值得看，我相信就值得的啊，比你做那个很多效果来的重要。那我们先把内容怎么做，从素材的收集，啊，你想这样沟通贴的稍微处理一下，或者号外他们加模板，然后呢，影片我们会剪接，把你要的留下来，不要的拿出去，到了转场，到附点，附点会做比较多变化的，啊，最后再把声音标题。啊，中间步骤，这样你的光碟就可以呈现出来。啊，做影片说真的比较辛苦，不像照片，照片是瞬间之美。不过一些方式说就是说，哎，其实影片，尤其像小朋友的啦，哈，或者一些现场的，真的有影片有声音，这件事用照片是无法呈现出来的。好，那最后呢，我就给各位老师看一段影片。